主席，好消息啊！陶祖同志发来电报，北平谈判已经打破僵局，有了很大的进展呐。看来北平一战基本上可以避免了。看来啊，有件事让我放心不下。现在国民党在北平大搞所谓抢救学人行动，他们因威逼制，利益诱致，企图把这些北京的文化名流。 挟持到台湾去。主席啊，这件事情我也很担心啊。我已派天汉同志秘密进入北平，与文化界的同志们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啊。嗯，在这些文化名流当中，有我一个老乡，也是个大画家，叫齐白石。我跟他虽未谋面。 却深交已久。天汉先生托人带话过来，国民政府可能会采取行动，强行让我们去台湾。强行？白石先生和我。 都在名单上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北平的地下党已在暗中保护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轻易出门，以防不测。 你在这儿等我。来了来了！哎呦，我说这位先生，您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们家先生不会客。您南京政府来电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齐老先生商量。哎，别愣往里闯啊！ 我的话您可以不听，可是张道藩委员的话，那可是用心良苦啊！他让我转告您，政府在台湾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别墅。我这不知道说什么。干嘛呢？大爷，您把这老小子又来了，今天老半天了，我怕他伤着先生。齐老先生，蒋总统这么器重您，您总不能一点反应也没有。 您对共产党实在是不了解。等到他们把您的家财都共产了，到那个时候您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文珠，哎，先生。 磨掉。啊。那我先告辞了。
夏女士，您是齐白石的助手，要负责他的生活起居。您的话，他不会不考虑。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如果没别的事儿的话，我能走了吗？哎，那是，哎，那是。 先生，什么事儿啊？我的钥匙呢？哦，钥匙不在这儿吗？您昨个自个儿放在枕头下面呢，忘了。哦，哎哎，先生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外面凉。先生，先生，把帽子戴上。 这都是跟了我几十年的心爱之物。先生，您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却把粮食叫起来，趁夜里挖个地窖，把这些东西都先藏藏吧。 去了跨车胡同，齐白石家的大门上贴了张告示。又说什么来着？哦，身体欠佳，谢绝一切悔科，怎么办呢？80多岁的人了，也难为他。哦哦，那是，那是。那南京政府那边要是怪罪下来。 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现在这个局势啊，你我自身都难保。1234。 可惜啊，北平和谈成功以后，傅作义的部队因陆续开始撤离北平市区。好啊，北平和平结伴，傅作义将军功不可没。铁笔铸石，历史将会给傅将军重重的记下一笔。那些有民族大义的人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。嗯，丽娜，爸爸，乖娃娃。 怎么，今天不演不归了？嗯，铁蛋儿，幸福啊！哎，你们今天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我们在练扭秧歌呢，过年时演给你和周叔叔看。哦，扭秧歌，嗯，好啊，那到时候我跟周叔叔给你们鼓掌啊。嗯，好，练吧。哎，来，1234，2234，3234，4234。
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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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徐先生，先生在吗？在。先生啊，这几天不怎么作画，啊，也不怎么吃饭，就是每天坐在椅子上面发呆。我真是担心他。我来晚了。先生，梅红先生来看您了。哎，先生，躺着躺着。你我之间不必拘礼。梅红，哎，是你呀？是我。你，齐老啊，不急不急，有话我们慢慢说。你也没走？我这不坐在这儿吗？啊。好，贝红，你就留下来陪我吃顿便饭啊。齐老啊，我今天特地带来了一瓶绍兴老黄酒。酒？就是陪您吃饭来的。好好好，文珠。哎，你备菜啊，先生，都准备好了。哦，好，我扶你起来。嗯，贝红，提前给您拜年，祝您健康长寿。哦，哎，贝红啊，哎，乱世见真情。现在还只有你惦记着我，齐老啊，不光悲鸿惦记您，西柏坡也有人惦记您呢。十字坡是我小时候放牛的地方。我说的是西柏坡，您湘潭的老乡毛泽东，他对北平文艺界人士非常关心，还特地提到了您呢。我是个穷画画的，只要能让我安安静静的多画两年画，我就拱手作揖了啊。先生，他一动不动，好像受伤了。
你干过护士，给他看看，啊？哦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啊。这次我们接管北平，首要的任务还是广泛的接触文化界人士，让他们逐步的加深对于共产党的了解。好。对了，主席，昨天徐悲鸿先生说您非常挂念的老画家齐白石先生，他也没有走。我知道了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？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这是我38年写的诗，您记得这么清楚？好诗是不朽的。爱卿啊，像你、许悲鸿、齐白石这样的艺术家，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希望。你代表我去看望他。我想了一下，只捎个口信不妥呀。就写了这封信，请你转交给他。好，那我走了，主席。哎，等等，把这个带上。主席，这……嗨，我就住这儿嘛，你还得赶路，啊。谢谢主席。是这儿吗？又破又旧的。没错。来喽，来喽。请问，这里是齐白石老先生家吗？先生。先生今天只画虾，不见人。先生，客人说了，政府有一封重要的信件，他要亲自递交先生。哎，我说这位先生，我家先生破例让您进屋。不过呀，先生不喜欢外人看他作画，您先随便坐一会儿吧。您请。齐老，齐老先生，这是毛主席给您的亲笔信。齐老啊，早在1928年，我在杭州西湖艺术院第一次见到了您老的真迹墨宝，非常非常激动。今天终于见到您老了，万分荣幸。西湖艺术院院长是谁啊？林风眠先生。
他也是您老的崇拜者，对您老的话赞不绝口啊。嗯，他喜欢我的画。哦，谢谢。林校长他擅长画什么？林先生的仕女图和京剧人物画堪称一绝，但我更喜欢林先生早年在法国画的风景画。上茶。哎，信。就知道先生您啊等着看这封信。一个享誉世界的大画家居然住在一个漏雨的房子里，实在是说不过去啊。据我所知，白石老人在那个胡同里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。莫若同志，你看能不能趁这次文代会开会的机会，对文学家、艺术家的生活状况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和了解。好，安其居才能够乐其业。一个政治清明的新社会，是应该让天下的文人都得到广厦之一间的。这可是从唐代大诗人杜甫以来千百年来文人的愿望啊。小米铺子们赶紧维修。对，小熊这边都得换。是的。您好，您二位是？齐老先生在家吗？我们先生说了，不会客啊。我们来看看房子。看房子？啊？这破房子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也不清楚，这俩人看起来来头可是不小。哦，齐老先生，打搅打搅了。你们是？啊，我们是政府派来的。来耗房子的，齐老先生，您误会了。毛主席知道您的房子破损漏雨，派我们来看一看。哎，又下雨。小莹啊，给白石老人家修缮房子的事落实的怎么样了？照你的指示，州府主席立即做了批示，工程队已经去维修了。当初没有跟他们离开北平，
共产党也没有共我的产啊。先生，我当初啊真怕您顶不住。你叫梁池就把地窖打开，把东西都取出来吧。哎。同志，夏女士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家先生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安青同志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主席还在忙，请您先到客厅里等一下。饭又热了一遍，该吃饭了。主席，爱卿同志还在客厅里等着呢。哦，让我们的大诗人坐冷板凳，怠慢了，怠慢了。叫上爱卿同志一块儿吃饭，啊。主席，这是白石老人托我转交给您的。真是巧夺天工啊！哎，看到眼里就拿不回来了。大家手笔呀、啊！白石老人的篆刻是名不虚传的。画，白石老人竟然当废纸给用了，太可惜了。白石老人不但送我两枚印章，还送了我一束李子香啊！齐老先生，你好。齐老，合作社交现在领年华。
来给您介绍一下。这位是齐白石，齐老先生。齐老啊，这位就是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。哦。小女子辛凤霞拜见齐老先生。嗯，免了免了。先生，您别老盯着人家姑娘看，多不好啊！这有什么不好的啊？你看，她长得那么好看，我就是要好好的看，要大大方方的看嘛！啊！没关系的，我是唱戏的，不怕看的。齐老先生，您就放心看吧。嗯，好好。看来啊，齐老先生是要把辛凤霞搬到他的画里去喽。齐老啊，那两方印章我已经交给毛主席了，主席见了非常喜欢。他真的喜欢？爱不释手啊。人是活的嘛，安排的事情那就不能临时改一改啊。佳莹，佳莹，主席。恩来啊。哦，主席，我也是个文艺爱好者，就算半个文人吧，你就不能满足一下我的心愿，让我早一点见见这些作家艺术家们？主席啊，这件事情办公厅的同志们已经告诉我了，我和他们讲主席的心思你们不懂吗？主席今天最想做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见见我们的艺术家嘛。知我者，恩来也。同志们，毛主席来了。今天呢，毛主席在百忙之中过来看望大家。下面呢，有请毛主席为大家做指示。谈不上指示，今天只是来见见大家。你们是国家的宝贝啊，是人民的文学家，人民的艺术家，还有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。你们对革命有利，对人民有利，人民需要你们，所以热烈地欢迎你们。齐老，您都听清楚了吗？他的声音很亮堂，我听清楚了。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，现在开幕了。代表先生们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。它表明，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。伤好了？全好了。那就让它飞吧。您舍得啊？人要善待它啊。
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而齐良元拜上。嗯，完了。完了，这不是儿齐良元拜上了吗？拜上了不就完了？这两家的一切跟以前不一样。要是现在能回老家去走走看看就好了。先生，在下请您出来一下好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先生出去一瞧就知道了。我说尹老爷子，你这有多大了不起的事儿啊？非要惊动我们先生。先生您慢点。先生您看，鸽子。哎，尹老爷子，你上哪儿弄的鸽子啊？放飞鸽子那天，我看先生有点舍不得，于是呢，我就跑朋友家，给您淘回来几只来。主席，现在天气渐渐暖和了，我很想会会我那位湘潭老乡。主席说的是齐白石先生吧？是啊。85岁高龄了，仍然坚持画画写字儿，佳作不断，连毕加索都赞叹不已啊。那主席打算什么时候见他呢？这事不能由我定，得由他来定。您是国家主席，这三人行，必有我师嘛。白石老先生是个大艺术家，也是我们的老师啊。先生，政府来人了。秦老先生啊，我是毛主席的秘书，主席派我过来看望您老啊。那屋里请吧。哎，叔，秘书是干什么的呀？秘书，秘书就是搞秘密活动的。他和爷爷搞秘密活动。齐老先生，这是毛主席给您为他刻章的润资，请您收下。齐老先生啊，我可是久仰您的大名，今日相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我看齐老先生的身体好得很呐。啊，借你吉言了。前两年我这牙还能吃黄豆呢。知道了啊。妈，你不能进去。那个秘书正和爷爷搞秘密活动。搞什么秘密活动啊？你这孩子说话真不着边儿。爸，今天留不留课呀？
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我呀，都看入迷了。爸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孩子们都饿了，等着您下米呢。哦。齐老先生，我不打搅了，不打搅了。嗯，等等，爸，钥匙。您慢点儿。白石老人怎么随身带着这么多钥匙啊？啊，我们老先生啊，他事事都操心，别说什么值钱的东西了，就连米啊、油啊，他都锁起来。每次做饭之前呢，要等他把锁给打开，把米取出来，量好了我们才能下锅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咱们的国画大师竟然这么勤俭持家。佳英啊，约齐老先生做客的事安排妥当了吗？照主席的意思。就定明天了，好，把明天的日程安排紧一点，我想跟齐老先生多聊一会儿。行。文珠，我已经多年不参加别人的宴请了，主席这顿饭我是该吃还是不该吃啊？先生，毛主席请您吃饭，那是给先生多大的面子啊，哪有不去的道理？我说错话了。一会儿把这菜谱交给伙房的师傅，叮嘱他们，红烧肉要烧的多一点火候，比平时烂一点，人老了牙口不好啊。没想到主席这么细致。哎，白石老人年事已高，多年没回家了，要让他找到回家的感觉。行，主席，那我去了。您老原名纯志，我呢字润志，一笔写不出两个“志”字，你我可称得上是同乡兄弟。您老年长，我该尊您一声大哥哦。润志啊，我只是虚长了你几岁，你叫我老大哥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。白石老啊，嗯。论年龄啊，你是我的兄长；要论艺术造诣，你是我的老师啊。哎呀呀呀呀！你更折杀白石了。你是改朝换代的主席，我只是一个雕虫小技的民间艺术而已。哎呀，其实民间艺术啊，也能改变世界，啊。当年美国有个女作家叫斯图安，她写了一部小说叫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，就引发了南北战争，不但改变了世界的格局，
也改变了美国的格局啊。我可不敢跟人家比呀、啊，我只是会画一些侠血英雄而已。瞎子也能改变世界、啊。过去说呀、啊，虾兵蟹将，陆勇逞强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我看没有瞎子也不行啊。这道红烧肉啊，是正宗的湘潭做法。哎，你老尝一尝，看看合不合口味啊！还地道吧？地道的湘潭味儿，好。就是烂了点儿。啊！齐老先生啊，这是主席特地吩咐厨师为您做的。哦，哎，这是湖南浏阳的豆豉辣椒，是老乡带来的。你也尝一尝，来。乡亲啊，在北京可吃不到这种土产呐、啊。齐老先生，我敬你一杯。祝您老健康长寿啊！同时还要感谢你送我的两枚印章和一幅国画啊。我只送你两枚印章，没有国画啊。老朽一时疏忽，这是一幅废作，说什么也不能留给你呀、啊。主席要是喜欢，我回去再画一幅奉上就是了。别别，我就是喜欢这幅画啊。齐老啊，您的这幅墨宝是送给我郭沫若的，要想带走，得先问问我呀。我没送给你这幅画啊。这画上明明标着我郭沫若的名字嘛。啊，在哪儿呢？这棵李子树上画了几只鸟啊？五只。这就对了，树上五只鸟，上午，上午就是我的号啊。所以呀、啊，您的这幅墨宝应该归我呀。哎，且慢，这幅画上明明标的是我的名字。当年在陕北啊，哎，这事儿老总心里最清楚，你跟他们说说。齐老先生，主席当年转战陕北，主动撤离燕的时候啊，曾经取了一个化名，叫李德胜。这李子树画得如此茂盛，不就是李德胜吗？哦，哎呀，没想到老朽的这幅画经诸君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意思。主席啊，如果您有兴致，就在画上题字留跋，如何？恭敬不如从命啊。佳英啊，去准备一下。好的，主席。来。哎，齐爷爷，爸爸给你写字，我可不可以摸摸你的胡须啊？哎，你呢？不要没礼貌。别人说摸了齐爷爷的胡须就会画画了。哼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
爷爷的胡须可以摸，可以摸。好了，李丹，去玩去吧。嗯，来。这是你的女儿，哎，好。丹青易造本无法，化胜胸中常有诗，对仗工整，很有韵味啊！啊！岐黄是老年变法，60岁以后，老朽在艺术上才有点起色。说的对呀、啊。变则通啊，要不断的接受新事物，表现人民的愿望。新中国刚刚建立，百废待兴啊，格外需要这么一个太平的环境，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搞建设。可反动势力不让我们太平，如今他们把战火又烧到了鸭绿江边呢。咱们都是农村走出来的，最懂得珍惜。主席说的极是，黄土常年多灾难，不宜今日享太平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格外的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啊。这封砚台是青石砚，它已经跟我40几年了。怎么，先生打算使用它了？还要易主了。谁呀？最配用它的人。主席啊，这方砚池实属上品啊。轻轻这么一磨，墨就发出来了。白石老人是个有心之人呐，他一眼就看出我的砚台不发墨，就把自己的心爱之物送给了我。主席，您怎么知道这方砚池是白石老人心爱之物啊？这方砚台的底部刻有铭文：“宁老真空石也，是吾子孙不得与人。”主席啊，您虽然跟白石老人只见过一面，但彼此间却好像相识已久了嘛。这就叫我中有他，他中有我呀。爸，您看。这样每天我就能看到我老乡了啊。先生，没想到你们湘潭一下子就出了2位大人物，一位是毛主席，还有一位就是先生您了。我老乡是伟人，我只是画匠，两人岂能同日而语啊？不过我发
现先生您啊，最近心情特别好，尤其是见了主席之后，感觉您年轻了好几岁呢。嗯，文中，你想过没有啊？一个国家主席能请老朽吃饭，恐怕不只是叙叙乡情吧？啊？先生画的鸽子越来越好看了。好在哪儿啊？先生，我觉得画的挺好的呀。只有外形，没有灵动，就是死鸽子。先生，老家来人了。爹，梁远，你怎么来了？爹，家里出大事了，我向您请罪。你让我保管的那些收藏全没了。那些天连下大雨，山洪爆发，房子都被淹了。我是眼睁睁的看着。太远，你病了？爹，我这咳嗽有一阵子了，这次过来又受了点风寒。梁池，扶你哥回屋歇着吧。文珠，哎，先生，去请个医生，给梁元看看病，他身体不好。好，我知道了啊。嗯。是吗？来来来，快快！哟，齐老。来来来来，楼上请，楼上请。我就不上去了。那好，行，那就这儿请坐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哎，好。飞鸿啊，哎，我有事找你商量啊。说，
这段日子我寝食不安，也没心思画画了。齐老啊，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？哎呀，我4岁就给地主放牛，7岁上私塾，14岁学木匠。家里穷，买不起煤油，就点松枝读书学画。我家里的那点收藏，都是我多年精心保留下来的。我跟随我恩师胡庆元先生10几年，研习了10套八大山人的画作，足有上100幅。没想到一场洪水就冲没了，那都是我的心血呀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齐老，您别急，农村的自然灾害我们是无法抗拒，你此刻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。老朽是痛心不已呀。齐老啊，我也非常痛心啊，伤心伤身，您就听悲鸿一句劝，把他给忘了。嗯，爹。杨元啊，爹，娘说，您在家乡就喜欢穿这个，而手笨，就学着就做了一双，不知您喜欢不？嗯，喜欢。喜欢啊！李娜求我帮个忙，把她的画拿给您看看。她说上次摸了一回齐爷爷的胡须，她就学会画虾了。李娜小姐的虾，可以算是我毛家一绝。白石老人画的虾，那才是世界一绝呢。Товарищ Мозедон, во время своей последней поездки во Францию я встречался со знаменитым французским художником Пабло Пикассо. И он имеет очень высокое мнение о китайской живописи. При этом он особо отметил имя Чи Байши. Пабло Пикассо сказал, что хотя в его картинах не так много цвета и линий,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ередается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ироды, аромат трав, даже запах воды. Чи Байши 先生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奇才，他的水墨画造诣精深，意境新颖，笔墨简约，是独树一帜。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, мне бы очень хотелось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этим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м мастером. 尊敬的毛泽东同志，我很想会会这位奇才。齐老先生已是近90岁高龄了，所以啊，你们只能见，不能要画啊。
齐老生气了。齐老，您为什么不高兴了？他们叽里咕噜的，是不是说我画的不好啊？哎，怎么可能呢？他们说的是俄语，是夸奖您老画的虾活灵活现的。好，你别哄我了，他们夸我要给我伸大拇指。齐老，毛主席当他们的面夸过您了。主席他考虑您老人家年岁已高，善意地向他们提出了要求，不能打搅您。嗯，这我信。梁元，梁元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文珠，梁池。梁远，先生，先生，梁远，爸，这次恐怕是不行了，不能这样说。你就安心的治病啊。爹这么大岁数还没走呢，你怎么能走在爹前边呢？爹，本是我给你养老送终的。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，梁远，爹，我对不起你。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在家乡云霞山的界山馆，我站在门前，看到小路上有一群人在出殡，突然有四个大汉抬着一口棺材直向我走来，那个棺材好像就是我那个没有上过油漆的白木棺材啊。他到我身边就不见了，看来我是不久于人世了。
我离地越来越远，我离天越来越近了。先生，快别说了，梦都是反的，你会好的。嗯哼，来。人呐，越老越想家。我真想再回去看看我小时候放牛的十字坡，看看我住过的茅草房。回不去了，先生，等你好了之后我们一起去。现在先吃药，好不好？来，嗯，吃药。嗯，来，牺牲的消息，就始终坐在那里，一天了，什么东西都没吃。还小，有些事情你不懂啊。爸爸，我不想看到你这样，这样会生病的。爸爸。没有好了，
几年中流，一衣寒难。今看摇落七窗江潭。主席，佳英啊，白石老人已卧床多日，丧子之痛啊，你带我去看望一下他老人家。好。
之别，感天地之情。人生足矣。